我们一个标准的一个作业程序哈，这样的话就避免我们交接班啊同仁互相接触到有感染的那个降低感染的机会哈。班的同仁哈，下班后已经在门口等候哈，就要等候，就等他们确认可以离开之后，他们再进来。观众来询问说，需要饮用的时候，我们侦查队的一个承办同仁会先询问说明。这个勤务工作呢，才不会因为疫情的这个变得严重啊，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哦。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同仁除了自己呢，这个自我的保护之外呢，啊，这个口罩啦，那个我们的护目镜，还有我们的手套，该戴的时候还是防护衣。那这个时候应勤务的需要啊，我们都要把那个戴好，然后同时啊，对这个洗手啦，还有应用手套的这个手套。气质的部分呢、啊，都要有一定的流程。